你理想中的暑假是不是？一觉睡到自然醒，零食吃到饱，动画片看到爽，玩到很晚也不睡。然而现实中我的暑假却是每天8点起床，起床扎牙，咕噜咕噜呸，按时吃早餐才能长高高，早上一节游泳课，回家做作业，再画一会儿画，跟爸爸一起看纪录片。你看吗？是我的新画作《红日东阳》。妈妈听写中。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。是马桶。你家把马桶装在天台上啊？就是浴缸。佩奇这个玩具。这是佩奇的家。嗯，这个是梳妆镜。姚宝设计的别墅。是一个2层的小洋房。对，本来这个地方还有中间挖挖土土，我还没给它种。这是我们家的佩奇的被子。6点到8点是舞蹈课。睡前读书时间。斯琴修养，圣咏仪，千里飞鸯。滕王阁序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准备睡觉了。太难了。